来一个，来，我这吧。我室外，我室外，我室外，不要紧。来个室外。直播找我儿砸场，酸辣粉被吐槽有屎味。好日子，今天的餐厅今天的餐，我来买单啊！高度成为台湾竞赛小飞，凌晨当天整个餐厅免费吃，汪总就是霸气。今天在座的外面的朋友，全部都由我来买单。看看麻酱酸辣粉儿，拍一拍。之前人在台湾的小飞，开心与家人相聚，一起吃酸辣粉，结果。来一个，来，我这吧。我室外。不要紧。那个室外。这叫自然，来，再吃一口，来，这个，好吃吧？吓我一跳你！干嘛呢？不。我要出镜！要出镜啊，不行！展示欲极强，你啊，你表达欲极强了，怎么？来，大家拍一拍，拍一拍我。带他出去啊！这带孩子很重要，不能光播呀，是不是？我研究右边脸不太好，越是右边眼睑越是下垂，然后这个人家都说呀，说男的呀。行，右边这个思考，右脑思考，现在主要是这个工作呀、事业呀什么的，所以说现在很多男性的右边这个脸都是不如左边的好看。我这只能割了哈，肯定得割掉了。你说我这只能割了，我这个戴眼袋。